大家好，我今天就是要表演这把魔方。这把魔方就是有一点奇怪，因为平常你们看见魔方，上次这个就是有些魔方别在它，就是我们要解除这个魔方的难题。这个魔方的难题就是第六遍。今天我们就学一遍，就是一遍魔方，就是稍微刚学的人对他们来说一点点难，可是这基本上魔方就是要自己弄，可是也可以帮助，就是这个一号十字就好了，可是十字是这边，不是这边，所以我也是怎么漂石子。你看这个在走，你把这个转过来，把这个转下去，把这个给转过来，把这个转过来，稍微一点的夸张，因为有时候走多，有时候也对不起来，所以把这个转过来，把这个转过去，之后把这个转过来，把这个转过来，之后再把这个转过来一点，再转过来。Treble G， 右手第二条线 ，Line Two，Treble G， 极指。不对，就是在这。在哪里？这里之后。放极指，上面写的是极指。三指放哪？就是。这个魔方就是变了十字，就是变了十字之后变十字没有这么容易。平时的就需要技术，可是不需要这么技术，所以就还是要装到这里。装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些就之后拼好了之后，就这一根把这个转过来，把这个给转回去。哪个 G？ Base G 还是？把这个给转过来，这个给转回去，把这个给转回来，把这个转回来，再把这个转过去，走，再把这个，再把这个装上来。再转回去，然后手也要小心，别跟了我一会儿，所以也能这样。之后把这个转过来，把这个转过去，把这个再转过来，之后把这个给转过来，
打个记。机制。再转过来。再来一遍。转过去，把这个转过去。把这个转过来。再把这个追正了之后，追正了再把这个扭过来。扭过来之后，再把这个转过去。再去把这个转。这就平衡，把这个转过来，这个转上去，再把这个转过来。很多小朋友会回家不拉，这样很多小朋友，刚学的时候就是会。有一点 confuse 了，搁这儿这个位置，有时候 confuse 不知道怎么拼。可是有些小朋友念了很久，就不会。可是大多数小朋友学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点开心。你买了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点的 confuse。confuse 了，就在那里。把这个转过来，你看，这个在这对吧？要把这个转到对面，要把这个给转过来，这个转过去，把这个转过来，现在是这了吧，对吧？再把这个转过来。要对应到这，首先先把这个挪回去，把这个转走，又把这个转到这里来，把这个转到这里，之后把这个转过去，把这个转过来，再把这个给转下来，然后把这个配好了吗？之后再把魔方的体内转的魔术品好吗？就是很多小朋友买的时候就得要努力拼好。再见，我下次录第二节第二篇的视频。